全美大型益智节目《金头脑》本周特别邀请到了来自加拿大河滨分校的华人学生组队来挑战，谁可以拿走$10,000奖金呢？欢迎观众持续锁定关注热门益智节目《金头脑》，来自加大河滨分校的五位高材生本周强势来袭。两位年轻选手不止意外撞衫，还被主持人活动硬配对，笑点特别多。你真的爱旁边的俊吗？快要毕业了，双方父母有见过，有没有论及婚嫁了？什么时候可以看到、听到开花结果？是找到第一份工作？还是赚到存到某一桶金，你跟大家讲，存到某一桶金吧。对，勇闯第一关大魔镜，简单的图案玄机重重，看所有参赛者无人敢抢答，如此窘境后续如何发展，看着就知道。5、4、3、2、1，有人要抢吗？都不抢的话呢，该来的还是得来。来，你先，对，我们按照顺序一路问下去。那我猜一好了。为什么？纯粹猜的。强调大学高材生遇上金头脑，欢乐特别多。东森强档节目《金头脑》本周六周日四大频道热播，观众查询播出详情请上东森每周台官网。东森新闻彭迪杨平俊洛杉矶采访报道。